在纪公司，真的很开心今天一周年跟大家在一起。我原本是应该很开心的活动，天哪，我真的不知道说有这个。我一直以来都有愿望啊，就觉得想说可以要上大荧幕，结果今天真的要上大荧幕。今天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，然后跟大家看这么可爱的电影啊，不行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嗯，真的很开心你们这样很支持无双乐团，又很支持爱丽丝，所以你们大家一定要相亲相爱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会爱你们，希望你们爱我，然后互相爱彼此，不分男女，不分北中南，就是只要在这边都是很好快乐的大家庭。今天真的很开心跟大家看电影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有没有睡着？没有吗？嗯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有很多人是一路就是陪我，从可能创粉丝专页开始就一直支持我。嗯，不管是到哪边都有陪着我，真的很感动。好啦，这样子感谢的时间过了，啊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当然就是要送出我的桌历啊，对不对？那桌历呢，首先呢，我要送给就是有留言的大家。那我现在目测，用目测好了，因为我的手机帮我拿下，我有学哦，真的。太棒了，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一个每天呢都会来咖啡厅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他很热心，然后对大家都很好，嗯，也非常的可爱。这个人呢，大家不知道他现在很像戴着杯面的帽子。然后我也有戴过，就是阿奇。对啊，来。阿奇呢，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呢，是今年的2月10号。哦，好，就大概念一个。对，2月10号。那谢谢阿奇，就是在今年开工大吉的时候，在一日咖啡厅的时候，店长。谢谢阿奇，然后再来是李天涯，天涯，嗨，你好，你是在斐音的 MV 看到我的，对不对？谢谢你支持无双，还有爱丽丝，再来是卢红呢，他最喜欢呢的英文呢是 Happy A， 你知道 Happy A 是什么吗？快来告诉我 Happy A 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Happy， 对，就是洗嘛，洗发，就是有一次我在咖啡厅玩那个洗发啦的洗发。Happy A， 好，谢谢卢红。再来呢是玉豪在吗？嗨，玉豪，那你是在嘉义大学看过我的，对啊，恭喜玉豪。还有呢，再来就是顺辉，那顺辉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了，在还没有创粉丝团，他就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立生，对，立生是葡萄公主的时候就支持我了。再来就是企鹅咯，企鹅，来得及吗？企鹅呢，他说我一个经典的英文，就是我每次在直播都会讲一句话 I come from Taiwan。 有没有觉得我每次直播只会讲这句？对，还有别句啊，还有别句吗？我每次 I come from Taiwan 呢，我就 Hello everybody。 Sawadika。 对，然后再来是杰森，好，正式本种耶。好啦，那我就先移杰森这边。再来就是千人斩的君维，大家还记得千人斩的活动吗？就是爱丽丝在 FB 上千人的留言，君维在哪？君维。再来就是天佑，对，天佑这边来得及发吗？对。再来是这位天佑，还有明和在后面，你来得及吗 ？OK 吗？好，再来就是瑶瑶。
瑶瑶，瑶瑶举一下手。好，再来是邱瑞安、小安。然后呢，今天呢就要来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先把它看完。再来是奥丁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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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奥丁。好，大家就是没有拿到的，跟那个我们可爱的周宇小姐。OK， 我再看一下哦，因为我截图。志伟，志伟，等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志伟，等一下，志伟，等一下，好，差不多这样。今天呢，有两位，我觉得是造型很特别的。来，第一位，嘉宏，嘉宏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一定要请下来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。今天我没有戴我的假发，这样就不对了。觉得应该跟你走在一起，还有那个志伟，志伟，志伟，来来，那个帽子非常的可爱，耶！哎，大家还记得我福利斯姐姐的造型吗？那么可爱，超可爱的，你这是蓬裙哪来的？租的，超用心的。然后还有志伟这个可爱的帽子，哎，其实还有那个。立神。好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他们三个是最佳创意奖，不过他有留言了，所以好，对，今天这三个最佳创意奖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倒过来，安娜贝，我们让摄影大哥拍个照。太可爱了，好小心。坐着这边，我这边，再一张，好去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要先继续，对，没声音嘞。好，你要听得到吗？那我要先感谢这个，我可以跟他合照一下吗？我想跟你合照一下，太可爱了。来，大家合照。完了，你一世一名就毁在今天了。可爱点好不好？可爱点，可爱点，来这边来，可爱点，一点拉贝尔，可爱点，哈哈，就这个表情。好，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呢、啊，跟大家参加这个活动。等一下呢，你就要这样跟我们拍照、哦。我要走出去就对了，当然我要走出去，别人认识你的啦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听我们讲那个集合的地点啊，外面应该没下雨吧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应该没人知道，没人知道，都在里面对不对？下去再看，下去看，我们在一楼集合好不好？好，大概5到10分钟，好，今天大家开心吗？开心，连我都没睡着哎，但是录片还蛮好看的，真的，好笑，你好像也没有到隔壁厅。